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见你摄影师朋友吗？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在家待着吗？郑雪儿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都已经被你赶出家门了，你还不依不饶啊你？不是妈，我以为我不知道您在这儿。不是我还能是谁？我有家不能回，自己在外边住酒店啊，这巴掌大点的地方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让昊天来陪陪我，怎么着你还跟这儿来了？你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呀你啊？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总不是要接我回去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？你跟踪我？你是觉得我来这儿是跟别人开房了是吗？对不起，昊天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你还怀疑昊天？我们家昊天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了？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。妈已经被你逼着搬出来了，那老房子几个月没人住，里边全是蜘蛛网，一股霉味儿，我才让我妈从家里头搬到这酒店里头。行了，儿子，别说了，他要是嫌我住酒店花你们家钱了，我现在就走，我回我那老屋去。哎，就是在老屋住一辈子，我也不受这个气。对不起，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对不起，妈。别说对不起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不应该跟你说，我是出来见朋友，都是我的错啊！不是，昊天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。我怎么跟你直说呀？你跟妈都吵成那样了，现在好了，我出来见我自己亲妈，我都得偷偷摸摸的。我怎么说？喂，知道了。妈，今天的事是我做的不对，我给您道歉。但是，我公司有急事，我得回去一趟。昊天，你在这儿陪妈，晚上回家我们再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反正你一直觉得工作比家庭重要，那你就去吧，忙你觉得重要的事儿。一个老太婆跟你们俩一块圆活。哎呀，阿姨放心，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啊，估计是昨天的事儿让他起疑心了。我看你们俩还是少见面，纸早晚都包不住火的。我倒希望这纸包不住火，这样昊天就能早点离婚。以后呀，我给您当儿媳妇啊。哎呀，要说还是丽丽聊得来，那要不是郑雪儿家里有钱，谁愿意受这个气？够了啊，房子还没到手。多小心点儿。你好，我想预缴一下1209的房费。好的，我帮您查一下，请稍等。直接从这张卡里扣吧。女士，1209房间是长租。我知道，我是说我想提前预缴2周费用。您不用预缴费用，我们会定期从预留的信用卡上面扣费的。哦，那也可以。对的，之前一年的费用我们都是定期每月扣除的，后续如果您还想继续租用1209房间。之前一年？是的，这个房间您已经开了快一年了，下个月就满一年了，您是想提前续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您慢走。
小王，给丽丽打电话，让她回公司开会。嗯，好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爱你。之前一年的费用，我们都是定期每月扣除的。我爱你。之前一年。